充满了爱。好多朋友都觉得是说他自己的啊，大家都在欢呼啊，尖叫声不断。来，白鹿有请。首先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然后新年愿望就希望自己健康快乐吧，平平安。好，来下一个。我的新年愿望就是孩子们能够健康，老人能够长寿，然后我新年能够瘦一点。你说这句话的时候，我真的说到我心缝里去了，咱俩。